要的对不上号，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，换个人当主角，爱情就会天荒地老。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，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不管你混得好不好，是否给他荣耀，他都愿意为你操劳，陪你到老。今天就住这里了。刚刚看了老谭的视频，他说他昨天煮饭了嘛，然后我没有吃这个事情。其实我不知道他煮饭了，然后我不吃是真的是因为我不饿，我下午4点钟才出去吃的东西，因为我早上没吃东西，中午没吃东西，就是早上起来没什么胃口嘛。以前我也没有吃早餐的习惯。当时我记得在打包，然后我在那里弄快递单，我在房那个成品间里面，他在外面问那个大姐去买东西，我不知道他是要去哪里，我听到，我看到他视频，我现在才知道。他问那个大姐菜市场在哪里，他去买菜市买东西，然后他就走了。走了，然后我就出去问大姐，我说老谭出去干嘛呀？他说不知道，他说要去买东西。然后我就没放心上，因为中午的时候我跟他吵了两句，我跟他说话，他后面出去了，我问他去哪里，他是没怎么爱答不理的，就是说哪里都没去。然后他买菜回来，我撞到他了，就说我上楼，我去2楼，他刚好买菜回来，然后我问他去哪里，没理我，我问他买菜干嘛了，没理我，他就往2楼去了。我不知道2楼有厨房，我就以为他买来干嘛了，我不懂。后面小侄子过来直播间拿肉，我就问小侄子，我说拿肉干嘛？小侄子说他要炒菜，他说应该是炒来晚上做直播的样品吧，告诉大家这个怎么吃。然后我就以为他是，我就在直播间等他过来炒过来直播，我就以为他是要开直播用的嘛。后面煮熟了之后，小侄子叫我吃饭，我说不吃，他也没有叫，反正他也没有跟我说话。后面小侄子再过来叫我，我也说不吃，我不饿。后面他们吃完饭就直播了，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说特意去为我做的这顿饭，然后担心我吃不好。但是那为什么提菜上2楼的时候没有告诉我呢？没有跟我说的。今天晚上我重新回忆了一下我们两个人，就是从相识到相知，然后到相爱，然后到现在互相不理解经历的一些事情。从刚开始到现在，可能是我原生家庭的原因，就是自己感受不到爱的时候，就会一直就是寻找这个答案，他到底爱不爱你。因为一开始我认识老谭的时候，他没有在做自媒体的，那时候他认识我的时候，他让我教他，我没有教，因为互相还不了解。后面是让我表哥他们教了一段时间，
后面他好像那时候拍收益不是特别好，然后我说要我教他，要我教他，他就可能看出了我的余力嘛，他就不用担心说他做起来或者是有钱之后对我不好，或者是说不感恩他什么的，就说如果我教他的话，以后我们在一起。就是收益，他是可以交给我，然后每个月就按给他零花钱就可以了。后面第一个月我就没有管，第一个开始2个月的收益我都没有管，后面第3个月我就忍不住了，我就在想。既然你承诺了这个事情，你应该要去做到吧。然后我就问他，但是问他之后吵架了，这个他就会觉得什么钱都给你了，他没有钱。就是我在乎的不是这个钱，而是这个态度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我也没有去管过这个事情，我在乎的始终是一个态度。因为这样子，我会一直觉得他是在利用你。但是后面确实他也对我很好，可能我又觉得我多虑了，很照顾我。但是后面过了一段时间，还是为这个事情吵过，就是我心里。因为我比较缺爱情，很缺安全感，我心里我就觉得，那你至少你要买个礼物给我吧，但是每个月你并没有任何的表示，那么久了你没有任何的表示，我就觉得我会不开心，也吵过。后面我朋友就说，要么你强制性的让他每个月给你买一个礼物，这样子我们。就不会为这个事情去吵架。我自己心里我也会过了这个坎，就不会再想这个问题。我是那种，就是有一个问题，我就很容易揪着不放的，我就会在想，这个问题对我来说，它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。可以说到目前为止，全部都是因为一开始这个问题引发的。就我一直在质疑他不是真的爱我，我们两个可能真的是太有问题了。后面我们又很好了，因为我不太记事，我久不久我又会记起来，然后一下子我全部忘记了。我就是这样子，就像前天我干了什么，我现在我都不记得，我只记得我的工作上的事情，个人啊，生活上我都忘记了。可能是因为每天太累了，做太多事情了，就已经忘了。包括这次的矛盾，就是我也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，他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真心的？因为我来了几次他家了，我没有感觉到他，就是把我当成他的一个。未来老婆来对待他，他就是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忙，他会关心我，
会说啊，我不想你太累了，我希望你不要那么累。确实是我刚开始就很喜欢他这种体贴啊，很喜欢他这种。我的感觉，然后经过这段时，这一两年来，现在我每天做这么多事情，每天都在熬夜，每天小的事情也多，做的事情也多。前天他开始。他说他跟我在一起也挺累的，什么都是他做，连最后收支架，直播收支架都是要他去做，这个日子怎么过？然后我就说那过不了就不过了，他说那就不过了。就是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对我的杀伤力量很大的，因为我接受不了一开始你对我的好，到最后你会去计较我做的比你少。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夫妻之间会出现的问题吧。虽然我们俩没有结婚，但是我感觉真的是像是夫妻之间互相看不到付出的那种。我心里我就会觉得以前我忙到十二点，你都会说心疼我。到现在我忙到三点，他还会觉得我做的比他少。我只是站在我的角度去想，并不是说去诋毁他或者是什么。昨天他也跟我说了这个问题，就说他不要去诋毁他。其实我从来没有说去诋毁他，而是说去表达我的委屈还有不满。可能这个就是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，你的所有委屈都不满，可能会认为我在挑刺吧。所以我们俩应该走的确实是不容易，每一次吵架朋友们老是说我总是吵架发脾气，但是因为每一次吵架从来都没有被妥善处理过，从来都是不了了之，从来没有说道过歉。只是我们经历了三次吵架，称呼上从宝贝变成小九，到现在不称呼，确实是我感觉不到爱，所以我才会这样子变成怨妇。没有办法，本身我就是一个比较缺爱缺安全感的人，我也很讨厌我现在的样子，真的很讨厌很讨厌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个怨妇，我也觉得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有这种感觉我也不懂，应该几个月了吧，应该是上一次过来之后吧。想起来上一次他说如果我什么都会了我还要你干嘛开始，我就很戒备他，我开始很内心是很戒备他的，因为我觉得他，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他可能对我不是真心的，到直到他说这句话我就觉得更认证了我的想法。
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，我自己的性格问题，我会这样的去想，觉得以后他如果那个的话，他绝对不会。不会去跟我在一起，所以我就变成了他每次我教他，我就骂他脾气。他一问我什么，我教了一次，第二次不会，我就会大吼大叫。我也很讨厌，之前我也发过信息给他，我说我很讨厌我现在的样子，不要叫我教你了。我一教你，我就控制不了我的情绪，因为我教你一次不会，第二次不会。我就会崩溃掉，我的心态会崩掉，我就觉得为什么不会这么简单，为什么不会？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情绪，我说，昨天也是，我是真的控制不住。他问我一个问题，我说你去看那个方框的字，你去理解那个字，你就懂得了，他怎么去操作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要去看那个字，要看进去。啊，我已经形成了这种去态度了，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我自己了。现在，我是真的，我跟他，我是真的，我知道我自己的问题，我改变不了我自己了，因为他每次都是我就会这样子了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之前我跟老太太说，你去买一本书回来，你把这本书看进去了，你这个你就会。改过来了，你这东西你就改过来了。不听我的建议吧。然后，反正我知道你们现在讨厌我，我也讨厌我自己，我也真的很讨厌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十足的怨妇，所以我想逃离女人吧。感受不到爱的时候，他就会觉，他就会怨天怨地怨人，他就会情绪不稳定，他会控制不了自己，很容易控制不了自己。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女强人呢？你们会觉得他强势吗？因为他没有办法，他没有依靠。他没有人爱他，那他只能自己去强大，自己爱自己。等他自己爱自己之后，他就会觉得每一个人爱他的都是有目的性的，所以他强势，他去考验，他去深究，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。反正我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问题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去改进。昨天我跟老谭，后面我发了一条信息给他，他也没回，我也跟他谈了。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从这2年来，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后面他也没回我信息，他也说他累了，跟我在一起，我的脾气越来越差，他累了，他尽力了。我也说那就好吧。沟通好了，这个月于仓于桂林，月底于桂林把那个仓库，那个帮我把车开回平潭，那个货车，我雇的货车，因为我不会开。这个视频没有说诋毁任何人的意思，只是表达了我的感受。我希望我以后看到我的视频，我能明白我经历了什么，因为我真的是，这也是记录生活的意义吧。以后，朋友们也不要再去说老太什么了，因为以前我确实是很维护他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说他什么，我第一个跳出来说他什么什么。你们说他穷，我说他不穷。你们说他不好，我说他好。你们，说他欠钱，我说欠钱慢慢的，两个人努力会好的。
那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来搞他，我第一个出来维护他。我说你欺负他可以，但是我在这里你就不能欺负，因为我懂这些东西，因为我就见不得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也是一段感情吧，这也算是一段感情，经历过酸甜苦辣咸都有。这个视频也是对我跟老陈最后的一个交代吧，这段感情的交代。我要重新开始。离开了老陈，确实会有不适应，可能，这么一点上面可能也会带来不一样的影响。但是，我想选择重新出发。